身体健康，事业旺盛，家庭和乐，可以的话财源滚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领导。那接下来就不啰嗦，妈妈来为我们致辞。老太太队长，还有各位启西的同学跟保定的大家好。这个我在启西啊，大家在他们两任会长啊、新就任啊，大家能够继续的团结在一起。我最后要告诉大家，身体健康最重要，其他不假的。所以你现在就把自己照顾好。
把你的家庭照顾好，把你的孩子照顾好，还有你自己照顾好啊。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感谢我们浩宇市长啊，还有队长啊，来帮我们这个谢谢。龙问，然后国安长，然后各位台长，各位校，各位同学，大家好。等会有个影片是我辛苦收集的，我接了全球班理事长说，我把1到27期都搞完了，然后就看他各期的旗徽啊。跟那个同学们报告一件事情，刚大家都在讲健康，我讲了一句话，有一天我女儿问我一句话，现在两岸不紧张，万一打仗怎么办？我就跟我女儿讲，女儿回家，一家人紧紧的握在一起。一样的道理，当专家七七18年怎么办？永远跟同学牵手在一起，因为他是我们最珍贵的宝，外带我们的家人，好不好？谢谢各位。那有请我们专家班主席的阿万，好，我们弟兄。各位台长，各位同学，大家好。好。那个这边。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祝各位身体健康。好，那我们旗下那个应该是镇桂林一个那个加菜金。今天我们在这个同学会的地点等等的相关事宜，我们最重要感谢就是。这一次的主办的，那我们就请我们阿茂来到台前。好，谢谢他啊！因为有你，我们这么好；因为有你，我们大家能够聚集在这么好的一个聚会的一个地点。那我们有请连长哦，来帮我们颁发一下哈、哦，这个纪念性的。这大碗都在十八层。来看镜头，看镜头。那现在跟妈妈也讲个话，来，这个试一下，来，来。前上各位长官、各位学长、各位同学、考卷，很感谢各位支持和力挺，谢谢。我们的生活化学学长大勇志宏做旁白。8569，兄弟好，乡里同学会。我们不得期待精神，同学问天。这是我们在观校的时候，同学那时候连长是上校，军事部主任，这是在苗栗的时候，这是我们在高雄，这是高雄的大嫂，这个在台中的大嫂，那这个是在台中啊，元旦的时候106。这是在北区的联谊，由那个我们天春德林同学啊主办的。那这个应该是在那个杨梅，这个是大嫂有在台南切蛋糕的时候。这个是在台南，这个大家都装得很可爱。好，再来是我们长官天。这是我们营长啊，学营长跟杨一贤营长，梅姐营长那时候叫什么？小，我们就称他小高炮的。好，再来是我们三位连长啊，连长那时候我特别教的好，还有郭千全跟王运德连长。对啊，对啊，对啊。再来是我们副连长啊，王正平副连长。再来我们副校长有，我们金珍副校长跟马红珍副校长。再来就是我们林业勇台长跟龙田，林业勇委员那一张台长是比较凶点，我们要找一张比较可爱的，终于就要找到了。再来就是我们54期哦，居正心理台长还有林南，因为心理台长今天是冬假，今天当天汉光演习，所以没办法。再来就是5到2台长跟冯志安台长。再来是我们专四期的黄友良台长，还有张英哲主席。再来六期的吴英俊，还有陈一道台长。再来是我们最帅的陈建新台长。
韩吉祥排长，左边是杨军健排长，还有张国明排长。在这位是陈长仁排长，虽然说我们到后生一点，刚好是天神长那一天提到，就想尽办法把他找到了。好，再来是我们的关环天哦，同学，在前些日子哦，你来我们，好，当时也感谢哦，连上同学，还有我们大牛，还有理事长哦，那我们中秋班的罗伟良理事长到会台去，那这是我们小丁丁哦，袁岭同学，那个小王不小心肿那么大，我们连上也付出很多关心哦，来协助他。那这个左边是嘉明哦，一个是手。右边是天的，一个是脚，我每年公会围观。再来就是我们松山跟四中同学，这个是金宝，哎，这个是我们李玉会长啊，在这里加油。我也感谢我们专心局的副理事长孙秀秀，也是全省的协助啊帮忙。这是我们专科积极同学的慰问啊，我们。以上也都一样嘛，一起来关怀各位有不足的同学。这边这位是我们建州的夫人，这是一样哈、哦。再来我们这三位的理事长哈、哦，我们从第一届一直到现在第三届啊、哦，一样都一起有在做这个关怀的慰问嘛。再来是我们的生活篇啊，这一年来的生活。第一章就是我们杰出的同学哦，县长钟耀宇，你说钟光裕啊，作为杰出的表现哦，县长的颁一张奖状。这边是德林，还有右边是徐彦德，因为开面店哦，我们这位徐志伟啊，我特别去给他赞助一下。右边那个右边是许才仁同学，只是您好，特别到屏东哦去看同学的相片。左边这个是智胜跟夫人哦，他们两个在里面的路跑活动。右边是文章啊，他基隆市政府退休了。再来这张是跟四人，那右下角这张特别介绍啊，是我们薛进南同学哦，这个努力了很久啊，现在开了一家这个丰海山民宿馆。待会各位想要了解啊，试一下了解一下啊，里面的故事很棒。再来左边这一张是有意思的啊，这个前行车，还有夏志宝，还有孙启超，这个林振祥啊，右边是振祥嫂，左边是小林德，右边是林德嫂。好，也感谢林德嫂今天啊特地来参加啊，是建州啊建州嫂。所以说，天使的同学，我们十八人有很多会记得你。啊，明年原则上我们就在新北市界啊，就是北区的同学啊，要看明年请北区的同学帮我们服务。好，谢谢大家，谢谢。交接信物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十八年的关怀条文，我们在四年半前啊，以一些的会长之后，就创了这个关怀的制度。那经过关怀也创立了群组，平手平组每一条每一条在讨论，现在定义了我们关十八年的一个制度条文。我要把这个条文从连长的手中，那也交给我们新任的会长。然后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要交给他的关怀基金总共多少有144,394元，也由我们连长跟辅导长来监挑这样的一个程序。然后代表我跟新任的会长这样的一个交接程序是完成的。但是在这里也要说一下，承宣跟启后我们在前面，当然我刚刚有跟我们市民国营讲了，因为有前面的努力与力接了，
在四年半前我接了连续到现在，我要谢谢志宏在这四年半里面他非常的认真在协助连上所有的事务里面，也因为如此让我们在十八年在专期期有一个叫做，我想瑞达最清楚，阿旺也很清楚，叫做三成比例，有罗成龙，有陈志宏，还有我陈启律，三成比例在我们专期里面它已经是一个很棒的，在哪里我想这个不用多说，因为我们真的在 认真的在做，希望在十八年里面他就像我们在关照他是一个举光，因为连长带领我们把我们带得非常的好，我想这是我们未来要更努力的，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来参加的同学，还有请同学们务必要再支持我们志宏，我们一起来共同让我们十八年能够更往上，这是非常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请连长也讲的话，好，那我们就进行尖椒的这个管宣的仪式 ，OK， 谢谢。四年半前，李立接了，因为志宏跟陈宏在台中的聚会里面，让我就是求我来让我接一个会长。那在这四年半里面，我非常非常感谢，就是我们全台湾所有的关怀的同学们，因为他们的无私的付出，让我们连结在一起。那我也要感谢我们所有人，人生要求的不多，多在哪里？彼此之间心与心的连结，我想这永远不会拆散了，因为我们十八年举光连队，麦克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象征。我非常谢谢在座所有的，还有今天没办法因工各方面没来参加的，一定要献上最深的敬意，谢谢这四年半来对李立志宏还有陈还有所有关怀人的帮忙跟协助，李立这边深深鞠躬，谢谢你们，谢谢各位同学哦。我难得站在台上哦，大家静静听我讲一下哦，拜托你，拜托你哦，我昨没那么困啊，你在讲啥？什么故事？想了很久啊。好，首先呢、要感谢今天大家的参加哦。其实我站在这个位置哦，我自己觉得很讶异的哦，因为我在学生的时候哦，我是属于那种很文静、很乖巧、很忠厚。很老实的，报告连长，立马先把天花出去了。海航未来四年要服务了，不急了。为什么？我就是温良恭俭让嘛，那所以连钱叫我自己感到很意外哦。因为四年前哦。前年在台中的时候哦，李立哦，因为在跟同学喝酒的时候哦，喝完之后就变会长了，所以说一干就四年了哦，所以今天轮到我来接，当然我也绝对不能推迟了哦，因为接了会长之后，我想这一边哦，左边是责任的哦，右边是服务的哦，我也只能这样子来。请大家哦，这未来这两年内啊，能够多给我好好支持一下哦。其实啊、说真的啦，我退伍之后，我也是一个很文静的人哦，但是有两件事情哦，让我蛮感动的哦，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创会会长欧阳卓人哦。他在成立这个云嘉南同学会的时候，他是挨家挨户去拜托去找同学出来，甚至还被同学认为是诈骗集团，不然你惨了，怎么来赔得惯？结果欧阳卓人哦，那时候没有耐哦，他为了找云嘉南的同学哦，一靠一点点就开口轻哦，所以欧阳卓人可以，那我们为什么不稍微多付出一点就好了？第二件事情让我感动的是，那个后面的，那个别管先不要讲话一下。
凯云是人在高雄办公室的时候，文章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志宏，你有哭了没有？还要到啥房子里？”可是我想说，我没有联络啊，我没啦。结果文章寄了一份资料给我，就是我们十八人所有同学的资料，包括电话地址。这个应该是志敏用的吧？志敏，所以那时候我感到很讶异哦，说志敏是假发做演员，假发演员，一点我都把十八人的地址跟手机什么都弄出来。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真的蛮感动的啦哦。所以我想今天服务哦，也是应该的啦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哦，今天可以这个同学会。我跟茂成在弄的过程当中哦，说实在有同学哦，有同学给我蛮大的鼓励哦。刘明进，他实在给我说哦，说东哥啊，你这回去哦，真正是一个苦差事啊，不过要加油更加的。我有批评你，但是也有同学哦，有一点冷漠啦，那也没关系啊、哦，因为我们都是十八年同学，大家都变多了啊、哦，所以希望未来这两年里面、啊、大家一起努力、啊、就像余力同学说的一样，十八人有你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啊，刚刚好我在跟各桌敬酒，啊，志宏有讲了一下，我这边在特别强调，我要谢谢邓定中，我要谢谢国云，我要谢谢志明。我要谢谢很多在十八年从最早出席连结他所付出的，然后以立地承接到现在能够去传承到志宏。那我要谢谢这些好同学，还有我们今天的相聚。我跟志宏会长报告之后啊，希望在这任内啊，同学办一次聚会的理由。第二个，加上会长任内啊，徐副啊。请我们来吃个饭，好，这个就是我刚才为什么拉拢那小帅哥的原因之一啊。没做到，是是，没做到我，做不到我的，是吧？行吧。祝你澎湃大气队伍，这是革命的黄土，祝你习惯这寂寞。每座奋斗的先锋，大摇血路领到北亚破民众，举着手向前行，路不远，我要前，心怀坚持，继续勇闯。我们需要你的鼓励，不管到哪里，我们心和你在一起，请你不要忘记这群好子弟，胜利的花朵总有一天献给你，我们敬爱你，更怀念要向你献上最敬礼。革命阵营里，我们同生死共相依，经过多少艰苦，多少暴风雨，看遍地逃离，已经开满了大地，
身上最紧密，我们需要你的爱，我们需要你的鼓励，不管到哪里，我们心和你在一起，请你不要忘记这群好子弟，胜利的花朵总有一天献给你，我们敬爱你，更怀念你，要向你献上最敬礼。